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全明星激斗。这是我玩这款游戏的第二天了。那这边的动画我们可以跳过。那游戏目前测试到12月4号，所以还蛮久的，还蛮久的。反正我想玩的话，我就会来玩一下。啊，就看我玩吧。那如果你们没办法玩的话，就看我玩吧。登录一下吧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在洗锤子栏啊？应该是的。好，那上一期我就很仓促的，因为前面的那个剧情啊、教学啊，大概花比较多时间啊，玩了30几分钟嘛，我后面就比较仓促。这边界面的一些东西我就比较仓促，好，点了之后没有语音，好，比较可惜。那我现在 LV8 嘛，好，已认证。设置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稍微看一下最佳。那音乐的话，目前只有一首背景音乐，之后可以再调。图鉴的话。好像目前都没有哎、欸，哦，这是卡片，命运卡，插画集，格斗家，我目前只有5只，只有5只啊，哦，硬化是什么？哦，这几只，然后这5只，全部，然后这是组合。全明星集结，三神器队、四魂队、月华剑士队、龙虎之拳、二郎、K、八神、二霸、草剃、女性格斗家、超能力、日本队。我现在收集的这个日本队。然后血之暴走，哇，这风八跟风辣吧，木队，木女队，大蛇之血队，这边应该是算是收集的地方，然后可以获得成就吧，获得一些奖励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目前的时间啊，我玩的时间是半夜，然后公告 ，OK 公告，然后客服指引签到。签到的话10级才开哦，所以昨天我没签到。那目前是雷欧娜可以出战。还行啊，这个 3D 编队一下，弓马上阵，然后队伍名称先这样好了。一防二三攻，然后一个资源，资源的话，援护可以有2个啦。这边有1/4、1/2嘛，然后总战力、速度。那我要怎么培养啊？雷欧娜是刚拿到的，长按不理我。这是3D、2D、时装，我现在没有时装。我这边。这边可以这样切过来，二 D、三 D， 它的二 D 比较没那么好看，就是 Life 二 D 啊。我说画的比较外国人一点。那来看一下、喔，升级的话要消耗寿司嘛，先升到9等。啊，没了没了，按太快了，按太多了，太多太多了。技能的话，眼之斩、旋转的火花。强化的话需要消这个就要去竞技场商店，还有这个黑石博物馆。然后境界应该是突破吧，好，突破一下。我那天昨天有升啦、啊，就桶的升到银这样，那就需要升级这个，升级这个需要这些胶囊吧，维生素胶囊就要去扫荡。
好，然后再看一下、哦、突破。哦，突破是升星，我现在是二星。哦，现在角色大部分二星，二阶堂是一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二阶堂那么可怜、啊。突破一下，突破的话使用碎片就可以突破了。哦，所以没问题，因为那个昨天的那些任务常常拿到二阶堂红丸的碎片，它应该是让你突破吧？那就突破，再突破。怎么升星啊？突破加这个吗？是不是啊？要突破，还是说都要升满？哦，我懂了，你要把这些都升满之后，然后打勾，然后就可以升七。他头发真的很蓬啊，很高啊，头发这么高啊，30公分、40公分以上。OK， 突破是要这样，加生命、加功力、加防御率，好，这么竞技，直接可以升一下。OK， 稍微再小声一点点。啊，首冲是送不知火舞嘛，然后招募看一下、哦、招募新手20抽，集结一次。现在没有，没关系，我先不抽。嗯，我先来那个淘汰赛好了，继续昨天的进度，因为我现在是在中央竞技场嘛。然后八强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打到冠军。然后这是安娜贝尔，新手教学已经差不多了哈，这边就没什么语音，没听到那个语音。好，我跟他打，战力9788，他是8018，理论上我应该会赢吧。SNK テレビです。好，那边 SNK。世界中から注目されるヤガミチームと。哎，我应该把那个背景音乐小声一点，然后语音大声一点。我应该要这样子。両者とも気合い十分。生き残ったか。八神。こんなに早く決勝戦になるとはね。そうだ。玩游戏可以玩到12月嘛？この大会に期待することはない。就尽量玩了，只是三档测试啦。手を貸してあげましょうか。好，那马球亚这边翻成卖主。余計な真似をするなら、貴様ら。おい、ベニマル、ダイモン。ベニマル。手を出すな。分かった。今日、思う存分やれ。まあ、俺たちは二人の因縁に付き合ってやろう。我就看个剧情，然后听个语音。いいぜ。でもこんなに多くの観客を前にして。OK， 那就出战吧。那这边我不要开自动，那自动太无聊了。有漫画风格哦，然后有一些字体，好不好？这些字幕。我把自动关起来。蹴りをつけようぜ。一开始就开自动就比较无聊一点，我自动 A， 自动取消。我觉得雷欧娜没有想象中的好看哎、欸，比较粗犷一点，比较像外国人，他画的比较外国人一点。这边的话我只能摔他吧，普通攻击。然后这边的话还是只能按这个、欸。好，然后这边。4-1啊，把他打死了！哎、欸，他差一点死掉。大门会死掉。哇，大门要死了，可以补血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血还蛮厚的、欸。暴气呀、啊！然后你暴气之后把他干掉之后，可以再次行动的样子。好，暴气击杀吗？可以再行动一次。哇，打蛮痛的、啊。好，可以再攻击。啊，这边换大门嘛 ，KO。
大门摔他之后有个护盾，下面有个护盾子，一样继续暴击。这是拜师啊。好，暴击击杀。战力差一点点，但是觉得打起来哈，好像还蛮容易过关的。哎，我错了，他暴走了。またお前たちか。哎，我怎么马上打我脸啊？しっかりしろ。暴走八神啊！还吸血。哇，完了，那是什么八九杯吗？那我先这样好了，先不要暴气。还好，暴气一下，暴气就不能用了，因为这个要能量，怒气不足，所以你要考虑一下暴气的东西。还好嘛，你的血很低嘛，你的防御很低嘛，因为你暴走了嘛，吸一点点血而已，还好啊。好，我的大门再见。哦，好，さよなら，いいね。有没有用漫画风格把那个剧情带过？你恢复正常了吗？哦，我觉得这个雷欧娜她画的真的有点外国人的那种脸，我比较不习惯，看不惯。緊張のあまり息もできません。満足したか？好，我们四强了。まだだ。終わりではない。今回はお前の負けだ。ベニマル、ダイモン、行くぜ。啊？これ以上大会を続ける意味は？打完他就不参加了，什么意思？草薙するつもりですか？待て、今日わしは引き続き調査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。賛成だ。八神の暴走を見ると千鶴さんが心配するのも無理はないようだな。くだらね。我发现这个草地真的有点那个个性有点糟糕。そして元の世界に返してやる。しかしおそらくあの二人はずっと八神に好，这边按快点好了。何を企んでいるかは、八神の相手は俺一人しかいねえ。分かったか？他很中二耶哈。ベニマル、ダイモン、行くぜ。うん。お、ラコルルちゃんのためにもな。OK OK OK， 那待会要跟四魂队打了，我们要这边要打四魂三杰队，一场两场。我们还要打两场半决赛，理论上我们会赢，然后战力还是比他高。我这次开自动好了，打快一点，因为打起来就是按技能啊、暴气啊这些，你要去判断而已。好，这边稍微快一点。对哈，我都忘记补血，奇怪，刚刚又忘记补血。大丈夫か？想说补血是怎么样？好，橘右京。演技の悪いこと言うな。お前一人で背負う必要はね。哇，这个霸王王画起来脸很粗犷哎。キューブを調べるために。然后手背有点壮。そうだ。半蔵、少佐。この秘宝は確かに我らが探していたもの。よし、じゃあ二人とも全力で戦ってくれ。どうやら相手はもう待ちきれないようだな。行くぜ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、キョウさん、おけががまだ。いい。あ、真的太嚣张了。这个草地不 OK 啊。好，出战。好，我们四打三啊。ハオマル。よし。バオマル。俺の刀を味わわせてや。レディー。这边我开自动吧。好。智能，然后这边是气脚，这边满的话会多一个气吧。
么大看见，是不是？你个奥斯特！我可以补血吗？好，我要选择补血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自己补啊。这个一二三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太了解。是第几回合补吗？好，这边有一格气。这个好像气满之后会长一格啊。然后有气之后你就可以用技能，然后也可以爆气。目前看起来是这样。哇嘞，我快死掉了耶，怎么那么强？666，摔破666。啊，这边会不会有那个剧情啊？跟刚刚一样。哎，没有，这次没有。啊，一样获得这个红绿通行证，可以招募就对了。就是抽抽啦，我们待会去可以去十连抽啊，干嘛？新手好像可以二十连抽嘛。新手卡池有一个新手池。しかし強かったな。青馬。そうだろうな。好，这边就稍微讲一下话。啊，青馬。今天大概就把这个八强给打完吧。むしろもう一人。草薙可以稍微玩一下。飛行に興味ない。ただこの前ナコロルちゃんに会った時、優勝して飛行を手に入れてちゃんと。なるほど。ナコルルが言ってた。俺の知る限り。密宝，现在还在讲密宝。キューブのようなもので。キューブ。とても強い。キューブ。それはこの時代に。ほう。ねえ。それにそのキューブは。そうですか。じゃあ今日さ。这个毛公有点，它真的很卡哇伊，有点像小萝莉的感觉。わかった。青丸。画风啊，跟印象中不太一样。頼む。勝ってくれ。あんたが強くなったらまた勝。好，要跟谁打？跟 K 队打。好，决战了，决赛。一样会赢啊！我们9877耶。おい、俺のうるせ。クーラも嫌い。お嬢ちゃん、ケイドシュ。ああ、ここで草薙キュウ。哇，这个 K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球技を転んずるな。クーラ、負けないよ。おい。打ち取るなら過去は必ず清算する。お前らの過去には同情するぜ。黙れ。俺の存在価値はてめえに決められるものじゃねえ。嘿，来吧。莉安娜，雷欧娜翻成莉安娜，雷欧娜。好 ，Max、马 K 还有库拉，都是改造人队。这个音乐不是很像 K 的那个背景音乐吗？クーラ、頑張る。行くぜ。いよいよ最終戦だ。あ、ヒアーセが。どうした、ベニマル。まさか。それは俺たちが優勝したら。余計なことを心配するな。うるさい。決勝戦の MVP は俺のものだ。二阶堂红丸在我们 KO Force 大里面超没戏份，根本没机会用。哇，我懂了啦，这个是第几回合使用？好，然后这边是智能，我已经放掉了啦，没办法，放掉就放掉。那跟我刚刚想的一样啊，这个可以，你可以设定说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、第三回合什么时候放。然后智能的话，它自己会放，但是我刚刚没有感觉到放，我就死掉了。昨天，哦，我就放掉，那我可能我会死掉。哇，太厉害！还被冰了、欸。大蛇屁，他这个大招就比较可惜，就是没有一个显示说现在用哪一个招式的名称表。他中了什么闪电两回合？负面状态吗？那上面有一个闪电。哇，这么强！这么强，我们好像死掉一只。要说要得 MVP 那一位死掉了，被 KO 了，真吓人。
自称说要打 MVP， 结果就先输了。我现在九等了，好，努力一点。十等的话可以签到。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讯息嘛，十等可以签到。好，这边应该算是主线剧情而已。このバトル、ケイダッシュ、うるせんだよ。ならいい。ベニマル、ダイモン。OK， 冠军啦、啊！这个算是基本的剧情吧。领取奖励，钻石100，我这个又可以抽，我们待会可以来十连抽。所以待会我们要十连抽嘛，签到。好，2020年，现在已经2020年11月了，你什么时候正式上线都不知道哎、欸，变成2021年，对吧？现在还在三档测试啊。现在是限量计费三档测试，好，我们可以拿到这个魔方了 ，Cube 秘宝，许愿魔方可以干嘛？炸弹来了，哇嘞！谁啊？木队，好，木队，雷欧娜跟拉尔夫·克拉克。主线任务，解锁天赋系统。我们来看一下天赋吧，他应该会带我们过去看一下教学。所以魔方就是我们的天赋咯。好，来吧。天赋的话可以提升格洛加队伍属性，增强技能效果，提高队伍的整体实力。好，非常重要。好，点击，然后加攻击力，激活，这样而已啊，没了。我这边魔方没了，魔方要获得的话要去格斗之城。就这样，那。天赋的话是分三个路线嘛，这边是攻击，然后这边也有，好像都有，加 HP 是，然后加攻击力，加防御率，然后这是加被治疗的效果，还有什么图片？这边是无视防御率，吸血，哦，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是什么？治疗效果加20%，抵抗效果抵抗。然后这边有详情，我现在是攻击力加5%，然后有重置的话每周免费一次。OK， 返回吧，我现在还在久等。然后新的章节一样要去格斗之城，十等才能签到，我现在还没办法。然后这边是创建角色奖励。好，我已经领取了，把它领一领，这样我们就有很多抽了。稍微再小声一点，然后把那个，想要把语音给设定大声一点。我音效是比较小声的，因为它有那个有时候有观众声音。那抽的话，招募，我现在有14张。然后这边有推荐的新手20抽卡池，新手20抽20次集结必定获得 SSR 是有橘右京、炎之宿命克里斯还有罗伯特，那这边就没有了吧？这边的话是10次必得 SR 或 SSR 就不一定了，所以我这边20抽我一定要先累积到20次再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先10抽一下。好，然后把 open， 音效我关比较小声啊，所以这边怎么没有讲一下语音哦？哇，这个好漂亮哦，雪，啊 ，max 嘛 ，R 级的防御角，月华剑士的。我比较不熟，名字不熟，然后就东藏，
镇元斋。好，利姆露露 SR。好，百合刚刚已经抽到了，这是拜斯，这边翻成维斯 SR。那就百合重复的话变成碎片嘛，然后大概是这样啊，目前。好，其他都是新角。好，返回看一下我们格斗家，这都是新的嘛。那 R 的话就先不管啦。哦，那 SR 的话是紫色，紫色框框。然后 R 的话是蓝色的边框。那圆护的话应该可以再上拿克鲁鲁吧？拿克鲁鲁的技能长什么样子？有没有那个辅助技能？我这边圆护技能在这边，提升等同于自身效果零点三倍的伤害，对敌方整排造成伤害，然后治疗己方格斗家。OK， 就打出去的伤害20%的伤害可以补血就对了。所以这种就是可以拿来当辅助甲，辅助甲。像这都是 加攻击力的吧？这是控制的，有些控制嘛，带有动情效果。移转一个简易效果，然后回复队友10%一个哦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那个ナコルル给练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来练一下详情。你、欸、这边有这个是这个比较多的，会不会爆仓啊？直接爆仓了。好，我们先都练到十等吧。反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嘛，就玩了一个十连抽，然后完成了那个决斗之城吧。再来就是要继续玩下去，那我就有空我就每天会玩下了，好玩我就继续玩，那除非不好玩，不好玩就先放着。十等是目前我的上限，可能是不是不能超过我的等级，是不是？可是我现在是九等的，那编队一下，这边可以放我们ナコルル，怎么加？拉上来是不是？再拉上来，用拉的，这是用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有两个圆护。我觉得那个雅典娜可以用 AI 或者自己设定回合吧。OK， 因为我说要签到嘛，所以我待会自己打到十等，然后就可以签到。然后这边有个主线任务，这是剧情吧？哦，看剧情。那语音的话没有了，哦，是这样啦。语音的话，通常都是前面的新手教学啊，或是前半段的剧情都会有。那之后就通常不太会全语音的，就会放掉。好，我先跳过哦，我先跳过。然后有没有经验值？没有，就道具而已。这边是主线的一些剧情吧。然后这边有战斗，战斗要消耗这个爆米花，我们的体力。主线嘛，然后其他的玩法都在这边。那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，因为时间上也快30分钟，又不小心玩快30分钟，算是实况啊。哦，给一些想有兴趣的人看一下，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。OK，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全明星激斗再见，大家拜拜。